我就猜到也有可能不知道，然后采了菜放在爱心厨房这边。幸好我真的有来。阿弥陀佛，这一次凯米的台风来的太快，又很云很厚，然后可能真的很大，几乎全台湾各地的政府都宣布放假，苗栗也不意外。可是风雨好像还好，虽然风真的比平常大很多，那雨也是说来就来。不过呢，考量了一下，太临时了，所以可能会有人拿菜来放，还有食客应该很多不知道。虽然我已经有交代旁边的食客，就是有人来的时候，帮我跟他们讲今天没有开。哦，那以后呢，会再加强这个部分的宣导。只要政府宣布停班停课，爱族就会遵照政府的规定，也是停止上班供餐。那来了之后呢，我先到后门看一下，果然有人真的拿菜来。那旁边躺了一些食客，我现在先去找一下没有卖早餐，先解决他们的早餐问题，再来想到明天早上怎么办，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的。因为长久以来我都在外地，所以都在外地关心街友啊之类的。苗栗爱心厨房这边就应该是说，因为都看得到，所以觉得都还好，所以也一直都没有来这边发物资或是发红包，应该说比例上真的少很多啦。但是躺在家里想着这样也不行，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出来看一下，大概就是这个心态。聊一下啦，反正今天就台风天啊。那因为我会做这件事，是因为昨天太临时了，所以一定很多人不知道嘛。就是你不是讲过了，对对对，不上班不上班。哎，有一些那个不是很清楚。那然后我还是来看一下有没有菜人家捐呐。啊，早上有人在。然后我刚想说，阿兰如果有开的话就买了。因为今天没有很多店开，那各位本来就是爱心厨房的食客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红包是想说一整天下来，你看这里，反正因为我是想一整天下来，因为这个面也是不会吃很饱啦，啊，所以等一下你们真的肚子饿，自己就拿红包自己去买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，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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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等一下。台风天忙完接我的狮子，他有听到吗？外面的声音很刺激，窗外的东西都收起来，没有收起来都被吹掉落了，在阳台。这个炒香的时候呢，是用这个机器，里面有加了冰糖、水，还有芝麻粉，
等一下休息一下，就有热腾腾的芝麻豆浆给出来。这个天气不知道会不会延续下去，希望不要。这个要45分钟之后才能喝，在这之前呢，就来杯咖啡吧。这一边忙完了，来一杯咖啡，晚一点再出去看看。火车站菜市场那边听说还有街友。趁着风雨天的一点，赶快再出来看一下。先从爱心厨房开始，然后等一下再去火车站看看，还有菜市场。目前看起来风跟雨都有，不过不是那么大。花草都没有被吹，不过旁边的垃圾袋吹过来，先不管。这边大概都没有办法睡觉了，不知道他们投到哪里去。几个？七个。哦，反正下雨天先进来而已啊，白天就搬出去了。好，哦，那个火车站，你知道他们都躲哪里吗？现在没有人。火车站没有人，还是？那菜市场嘞？菜市场那两个？有吗？可能跑去那个啦，进去商店躲。哦，那我来看看好了，拜拜。苗栗车站这一边应该是
不会让鸡友在这里睡觉。所以除了看到一些学生还有一点点的旅客，还有一些醉汉吧，躺在地上休息，整个看起来就是很恐怖。不过有一台机场车还留在现场，我觉得蛮好的。台风的夜房街友就到这里先结束，因为风跟雨又开始了。为了自身安全，好吧，只能这样了，拜拜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据说这个菜市场有时候也会有爱心，也会有街友来这里睡觉。请稍微看一下。看起来没有。看一下这边的停车场，哦，这里不能过，好，回头吧。就是在巡视每个那个屋檐下走廊，还有凉亭。
会天晴，有家谁愿意流浪，让我们分享一点，帮助一点，慈悲与有爱困苦的人。第二天呢，天气当然就是一直下雨，但是我还是不甘心，所以我去爱厨附近火车站附近可以找到了超商，一个一个去看他们有没有在里面。结果发现每一个超商都会有一个皆有在里面，而且就是大家好像有个默契，只要有一个人，另外一个人就不会在那里面。幸好我也有找到一位昨天没有拿到红包的，于是买了一些便当回锅给他吃，希望明天就可以正式开工了。